陈潇，收住。三二一，瞎子！哎，总算到家了。陈潇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，助残扶弱，举手之劳。那我就先撤了。等等，萌萌，你送送人家陈潇呗。 陆光，流氓明摆着对陈潇有意思，他怎么还能把这初恋给弄丢了呢？无论过去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话带到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哎呦，我这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，可想而知他当时多想表白了。哎，那到底是表了还是没表啊？陈潇。 原来你不戴眼镜的样子还挺帅的嘛！哎，人家女生都先主动开口了，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啊？陈潇，你知道我家情况吧？哦，听你哥说起过。 陆光，我该怎么回答？好，阿公。阿公。